banking 回馈可以给直接给现金吗？不行，它可以换刷卡金。对，就是以50点的金蛋点兑换50元刷卡金来做这个兑换。但我个人觉得 CP 值最高的做法还是你把它换点数10倍放大送的东西，比如说现在这一档的话是这个戴森吹风机，啊，你戴森吹风机你把它卖了，你大概还可以赚的大概多少？8%或9%回馈，这个都比这个1:1兑换现金这个刷卡金还要好。好，那因为这个法规上的关系，所以他们的点数其实是不能够给现金回馈回去给大家的。好，所以它基本上就是用刷卡金的方式做兑换。好，这个部分就是大家要特别这个体谅。